这款拼装积木鲁班七号电玩小子还原度也太高了吧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肖恩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由 Top Toy 中国积木联名王者荣耀出品的鲁班七号电玩小子拼装积木。此款产品一共20包1150多个颗粒，内部包含 LED 发光灯组以及鲁班七号专属语音模块，整个拼装过程非常丝滑，拼装手感也很棒。经常打王者的你要不要放下手机感受一下拼装积木的快乐。鲁班七号也是我在王者里经常使用的英雄，我大概耗时8个小时左右终于完成了这款作品。在积木的设计上不但做到了高还原度，甚至就连电玩小子这款皮肤的众多元素都有一一呈现，而在拼装积木里做到如此还原度真的是不多见。不仅如此，积木里的语音模块可以完美还原鲁班七号的经典音效。而在把玩方面，玩具设计了多段可动，它区别于传统积木可以任意摆造型，而发射器也可以将子弹弹射出去，背后的小书包也可以收纳游戏手柄。那么这款还原度极高又好玩又值得收藏的积木你喜欢吗？视频最后记得给我点个赞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